秀和一方，来来回回之间花时间变万花，实在不简单。恒久的运动充满体验意义，一上一落之间速度力度配合，真心的观念，高高低低心有点永恒的定力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散发生命火花，一团火燃烧心火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久久的火是能量，切碎百炼金刚，要经过琢磨，一团火燃烧心火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自强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握。好了，郑海，我们以后是队友了，我们一起为炫火队拿这个冠军。他好像说他的一个朋友受伤了。你也喜欢悠悠球这项运动吗？那你是哪个俱乐部的？来，高天，你可把我吓坏了。你要是受了伤可怎么办？没事的 uncle， 只是一点小伤嘛。你这可是奋不顾身啊。没那么伟大了 uncle， 当时情况那么危险，任何人都不会犹豫的。看样我没看错你，好样的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？不会是要我帮你那个俱乐部提高技术吧？说对了，这只是其一，最主要的是我要让你帮我们电击队拿下冠军。你们电击队去年不就是冠军吗？那是去年，今年可就不同了。俱乐部的杯赛还设了外援制度，对手聘请了高手加盟，已经在前几天的模拟赛中轻松地战胜了我们。你说的高手是不是叫李飞？好像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是美国加州悠悠球大赛少年组的亚军，还是江海市去年的冠军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，uncle， 您可别忘了，我可是专业的悠悠球赛手，凡是有关悠悠球的信息，我都必须了解。那这么说，你这个悠悠球的东南亚冠军，帮我取胜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嗯，那可不一定啊。哼，还跟我卖关子，啊？嗯，那我试试吧。哎 ，uncle， 如果这次我赢了，您准备怎么奖励我呀？如果你帮我拿下冠军，舅舅明年送你去西班牙度假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大赛前您要把电击队交给我。好。东东，你怎么不练基本功啊？我练基本功，你开玩笑啊？我是指导，指导也要练基本功吗？我又不参加大赛，我练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东东，我最近练了一个新招，你帮我看一下吧。哎呀，不看不看不看，你那些都是菜鸟招式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蔡冲，他不指导就算了，反正他也指导不出什么。我指导不出什么？那你干嘛不当指导啊？那不是因为你是米粒的表弟吗？我当指导可是因为我的技术，否则我上次怎么会那么轻松地赢你啊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现代舞的蝶舞已经今非昔比了。不要吵了，大赛不是比斗嘴，比的是技术。对，大赛比的是技术，那就应该让技术好的上。那你言下之意是我们都该让你了？我的技术比你们都高，为什么不让我上？你说什么？太过分了吧！真是欺人太甚！你想干什么？先上场比赛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东东，你想比赛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一，你不是炫火队队员；第二，大家都训练了很久，都付出了心血，
不是你想比赛，我们就得让你比赛的。好啊，我没说白让，那咱们就择优入取，比试一下，看谁更有资格参赛。那你想和谁比试？我要和他比试。彤彤，不要跟他比，让我来。不，我今天就要为炫火队争光。哦，来吧。来来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高天，是我为我们电击队请来的外援，他可是东南亚地区悠悠球大赛的冠军。嗨。悠悠球总部的通知都知道了，聘请外援是为了加强各队实力，增强交流，提高悠悠球运动的观赏性。据可靠消息，去年江海市悠悠球的冠军已经加入炫火队。电击队是去年的大赛冠军，这个荣誉来之不易，大家都付出了汗水，但是别的赛队也不会睡大觉，他们一定会迎头赶上。今年的大赛电击队已无退路可言，因此我特地从香港邀请高天作为电击队的外援，同时全权管理电击队的所有训练，你们要不折不扣地服从他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平手，看来最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有进展的。你这个指导也不过如此嘛。哎呀，不算不算，刚才是我球线没调整好。怎么想耍赖啊？这整理球线也是悠悠赛手的基本要求嘛。就是，这我都知道。哎呀，不管，反正我要再比一次。沈东，别闹了，现在是训练时间，你们这样的技术根本就拿不了冠军。你那也不是你想上就让你上啊。你想对决是吧？好，我就陪你练一场，如果你赢了，我振海就让你沈东上场。你？对呀，你不是说你比我们都强吗？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啊。如果你输了，以后就不要再做我们指导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看来你对请高天做外援有想法。领队，我觉得你不信任我，就因为我们输给了炫火队。对俱乐部而言，这已经足够了。炫火队虽然是去年的亚军，可是他们后来居上，可电击队呢，这就骄兵必败。在这一点上我会加强训练，但是我想知道我现在还是不是队长。严格的说现在不是，至少在大赛前。那我想试试看这个外援的实力。马凯，没问题。
方口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必要，我也正需要知道一下电击队队员目前的状况。马凯，我们三天以后比试怎么样？怎么样，这回知道自己的分量了吧？还想当我们指导啊？我看还是我们给你指导指导吧。哼，不自量力。够了，你们不要仗人多欺负我一个人。至少我还是你们血火队的指导。指导？指导什么呀？要说李飞跟米粒嘛，我也就认了。你有点鱼目混珠吧？哎，简直是欺世盗名。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还是继续练球吧。东东，我们一起练球吧。行了，你们不让我做指导，我还不想干了吗？东东，怎么了？不用你管。郑海。啊。喂，高天啊。你在哪儿啊？你早上去过医院，真对不起，让你白跑了一趟。没关系，只是你怎么不说一声就出院了？在床上睡不惯，所以就出来了。那不睡床睡哪里呀？睡沙发喽。睡沙发？哎，真的，说来奇怪啊，我就是爱睡沙发，在沙发上睡觉呢。觉得特别舒服，真是怪人，你妈妈也不管管你啊。我没妈妈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请问这样的轴承还有吗？这样的轴承，我去看一下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喂。队长，我在给队员们买配件。什么？东东？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你刚才说你一个人独立生活很多年了，那为什么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呢？我爸爸和妈妈很早就分开了。没所谓了，一个人也不错，很自由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得你受伤了。对啊，你现在害得我
整夜都痛得睡不着。真的？哎，那要不要再去医院看一下？逗你了，医生说没有骨折，只是挫伤。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。你真的要谢谢我，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喽。那可得看是不是合理的要求。绝对合理。什么要求啊？没想好，以后再说。喂，李飞吗？什么？东东跑了？是的，欧阳兰说他和血火队队员对决，输了以后发生争吵，后来他就跑了。我打电话回家，小何说他根本没有回去。那怎么办？我已经和欧阳兰他们会合了，我们打算分头去找。嗯，好，那我也去，我们最后在老伯冰屋会合吧。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和米莉说了。你看看，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儿。现在不是责备的时候，我们分头去找吧。东东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就跟你们没完。李飞，咱们先走吧。都怪你。什么呀？你也没少说话呀。这可怎么办啊？都是我不好，跟他说话了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赶紧找吧。来过呀。什么时候？半个小时前吧。那他现在去哪里了？好像朝那个尖嘴滩方向去了。哎，东东怎么了？他和炫火队队员吵架，一赌气就走了。怪不得我刚才让他吃水果冰，他也不理。哎，平时那个沙滩没什么人，现在，哎呀，现在是涨潮时间，如果一个人在礁石上，很容易被涨潮的海水困住啊。我马上跟你们一起去找。不用了，许博，您腰不好，那里风大浪急，还是我们去找找吧。走吧。哎，那你们要小心呐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都找到了吗？这怎么办啊？我们到老伯冰屋和米莉会合。好，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陈东，东东。危险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海水什么时候就涨上来了。哎，惹高天呗。没错。那昨天是你救了我表姐呗？举手之劳而已。你还蛮有绅士风度的嘛。绅士可不是谁都能帮的。哎，你的游泳技术也不错嘛。还好啦，我在学校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游泳、健身和登山。那你就是全能了。嗯，算不上了。也是，如
如果你再会玩悠悠球，就真是全能了。什么时候奥运会也举办一个悠悠球这个项目，也好让我有个目标啊。你现在练球，难道没有目标吗？连今年的悠悠球俱乐部杯赛我都不能参加，还有什么目标啊？这就是你跳海的理由吗？我没跳海，只是心情不好。你刚才啊，都吓成那个样子了。这事儿可不能向外说啊。听你表姐说，你不是这里炫火队的指导吗？指导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外援，不能上场的。原来你就是为这个事情不高兴啊？这还不够。冬冬，你不是想作为一个世外高人吗？我长久以来就是给自己这么定位的。冬冬，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世外高人吗？你说呢？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世外高人，就要耐得住寂寞，要在别人偷懒休息的时候加紧修炼，要忍耐别人不能忍耐的痛苦，要等待，这样才能在出手的时候灿烂辉煌。我们在光灿烂一天出发，心中许下的承诺，大家一生也信守，蓝天之下的约定。天大地大，各不同的路，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，漫长路上感到孤独，请你相信我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深深呼吸，怀抱着信念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怀里出现。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，并肩向前。